地主成牧师来给人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对十字架到国外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搁一遍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伫这个弯曲背离的世代，真正阮真容易，有眼目的情欲，啊，肉体的情欲，阮的这些心思啊，来予这个世代来影响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你嘛为着阮世间人出世来到世间，你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甚至你也为着世间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你流出宝血，你的义代替阮的不义，你无罪代替阮的罪。你唔免死，代替阮来死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来信的人未沉沦，要得到永远活。你听世间到安尼，特别是这个黑暗的世代，我也感谢上帝。你为着阮量身打造，予阮有一套上帝的军装。用救恩做头盔，戴伫阮的头壳；用公义做护心镜；用信德做盾牌；用真理来下腰。阮的脚要穿着平安福音的鞋，阮的手要拿着圣神的宝剑。对头到脚，你保守阮，你保护阮。圣神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你的话。讲是经过锻炼的，你的话是啊，什么人挖苦你，你就要做因的顶牌。啊，你的话是活泼的，你的话讲有功效，亲像生命来讲，要刺插伫阮的肺腑甲心脏。主啊，你的话要食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出自上帝的话，每一句拢带有权柄能力。主求你这个时保守阮大家人的心怀意念，开阮的耳腔，听见你要对阮讲的话，嘛开阮的目睭，看见你的奥妙，开阮的心门，予阮有一个肥嫩的心，来迎接主伫阮的心中来坐王位，来掌王权。阮安尼甲你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啊，伫即个中秋主日，啊，来甲咱三甲思考一个题目，就是对十字架到国外。咱知影耶稣的出世道成肉身，伊出世伫伯利恒，大汉伫拿撒勒。传道伫加利利海边，伊毋捌出外过，伊个范围无超过300公里，但是今仔日全世界，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，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启示，必对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。到伫世界地极，拢要传这个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权柄，要一切相信的人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希尼尼，希尼尼就是外邦人，对，咱拢是外邦人。耶稣要来到世间的时。拄则咱读到路加24:44，耶稣伫遐讲摩西五经、先知的话、诗篇所记，那关系我的的确要应验。所以保罗先生、使徒保罗讲，旧约
就是一个影，就讲耶稣要来，迄、那个影。新约就是一个实体，耶稣已经来，耶稣要出世，先知嘛讲，创世纪第三章嘛讲，讲妇人人，蛇要上妇人人的口甜，妇人人的子要上蛇的头壳，哦，真多，若要估价的咧，估袂了。搁伫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伫遐以先知以赛亚，迄约略伫公元前七百年左右，伊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咱的担担要放伫伊的肩头顶，伊的名叫做奇妙的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被和平的人君。一个婴仔要出世，伊就预言，啊，甚至咱知影圣经总共新旧约有66卷，新约旧约39卷，39、27，新约27卷，总共有合起来，妥妥有31,124章。啊，预言的部分有8,532章，那用整理甲伊合起来的事件，即个预言的事件有735件，到今仔日已经实现的有596件，成就率80%以上。啊，未成就的，毋是无成就，是继续得要成就。所以圣经的预言，圣经这本册，若无实现所讲的话，若无应验，基督教吃倒搭。这本圣经被讲全世界上界畅销，目前发行已经超过40亿，迄、那个翻译版差不多有将近要2000种的语言，方言就对，想讲台湾有高族，真啊不止高族啊，特族啊客家语也有客话圣经。你看这么精准，安尼咱若今仔日若搁听袂落，搁信袂落，咱真正爱反省。伫华尔街有一支股票，叫做 AMD 超微，这间公司进前一站丽莎树还未去看这个执行长做 CEO 的时，这间公司的股票1.9元，无超过2元，已经甲伊归纳，因为将近11%。已经把他归纳在那个垃圾股里面。后来经过丽莎树把他换，把他经营，是全美国里面起上悬的，起1000%，起多少？起100倍，莫讲一点到算2元，伊上悬走来个200几，你若知影，早你买，拢翻身，拢甲投落。但是这是只不过是一个人尔呢，但是圣经的话，讲是千真万确。当地耶稣甲学生阿弟。收要搬过节，食这个无价饼，甲学生伫遐要收最后晚餐。耶稣甲学生讲，提饼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，恁逐摆食的时候，就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捧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。恁逐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
当时耶稣讲安那，恁中间有人要卖我。约翰甲耶稣做麻子的，做好伊拢不是靠伫耶稣的边啊。大家学生戆影，拢在问讲，敢是我？敢是我？耶稣甲迄个加略人犹大讲，含我伸手伫盘里迄个要卖我。耶稣要上各国他叫做头壳碗，要上十字架。圣经内面也有记载，伫但以理书，甚至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的话，圣经拢有记载。耶稣伫迄个场景，伊安怎讲？伊头一句话，伊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的毋知。这些罗马兵丁、犹太人、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经学士、这些祭司头，是借刀杀人啊！这罗马的兵丁，因为因无管啊，因为耶稣的受定、耶稣的受害，是全世界上不公义。因为比拉多甲希律本来两个歹甲会做，后来因为耶稣的缘故。互因真多好朋友，啊！因两个拢有意思，要甲伊偷棒。圣经三摆以上讲查无耶稣的罪，所以遐百姓已经讲起来讲，耶稣伫第一句讲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的毋知，伊毋知我就是上帝你的囝啦。第二句话，甲耶稣当庭有两个大插曲，正平倒平，耶稣迄重要人物伫中，啊，伫遐嘛，阁有人在甲支持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对十字架顶落来，你会救别人，你就会救你家己嘛。阮就要信你嘛。但是另外一个讲安怎？讲咱拢是犯案的人呢，耶稣是义人呢。所以另外一个甲耶稣讲啦，当你得国的时，你得纪念我。耶稣安那第二句话，耶稣讲今仔日你要甲我伫龙园。所以有时咱基督徒无道友，有一种妒忌心理。我啊人迄个大贼股都无洗咧，人就得救啊。但是你爱知影，迄已经。做风险嘛呢？做冒险嘛呢？一个无得救呢，一个得救。第三句话，耶稣的学生走到尾啊，地里，脚底拢抹油啦，包括伊上盖好的，伊上伊的得意门生，伊的大地主彼得，西门彼得。不但走过三摆唔认耶稣，迄个时阵只有迄个约翰福音书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甲启示录迄个作者约翰留的。耶稣伫遐讲啊啦，老母，看你的囝，甲约翰讲，囝看你的老母。后来约翰带。玛利亚去伊夫所伫遐，甲伊奉养到年老。前三句话满有气力，后三句话同款满有气力。独独第四句话，耶稣敢那规个人拢放弃。第四句话，啥物话？伊讲，希罗伊，希罗伊，拉玛撒巴格达尼。反应就是讲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离开我？其实这是弥赛亚的宣告。这拄啊记载伫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，描述一千年前大卫已经看见主伫十字架顶。
迄款的宣言，弥赛亚的宣言，毋是上，迄个时阵毋是上帝甲伊弃杀，啊，咱知影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用判罪的原因，就是讲伊是上帝的囝，佮其那是弥赛亚佮会接受，讲伊安尼算。欠管啊，甚至安尼亵渎。第五句话，伊讲我嘴大，我嘴大。耶稣伫迄个妇人人，伫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伫啊伫迄个雅各的这边在抽水的时，耶稣甲伊讲啦：你啉这个水，的确要佮嘴大。你若啉我给你的水，你的确袂嘴大。耶稣是神，道成肉身，伊的神性无显明伫伊本身的身上，伊的神性完全用伫别人的身上，所以。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但是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神。在这里我们稍微复习，什么叫做三位一体？有的人说，就不要改经，有人爱细字，乱改有时差标。他说，水液态啊，加热变成气体气态，啊，冷却变成固态，啊，三位一体就是气体、固体、液体，唔对，唔是安尼解释。上简单，圣经上帝，圣神上帝。圣父上帝三位一体，咱不要解释，唔好阁乌白解释。位阶无同，但是同一个体。什么人较大？有时有处事的关系。所以耶稣第六句话讲啦，成了，伊无讲完了。伊讲伊已经完成，完成这个救赎，所以以赛亚五十三章，对五十二章、五十一章、五十二章、五十三章，就伫讲起啥？迄个弥赛亚受苦的萝卜，伊无假是美容，伊生做臭老，有无？遐犹太人甲伊伫辩论的时，伊讲恁拢是魔鬼的囝。伊讲耶稣伫两方伫交锋的时，耶稣甲讲一句话：，那是你的爸是阿伯拉罕，安尼你就八卦。但是呢，恁唔捌啊，因为阿伯拉罕伫遐的时。我已经在遐啦！伊讲安那，遐法利赛人讲啦，遐犹太人讲啦，啊，你看起来都无五十岁呢。耶稣迄阵才三十出头岁呢，耶稣三十三岁封顶啊，所以耶稣操劳，耶稣先老起来扛。啊，第七句话，第七句话就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。细汉不是带伊做暗道的时，伫祈祷，讲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意思就是讲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。今仔日普天下拢伫迎接，咱的主耶稣。死
个我，这个个我，那是假，那是假。安尼，当时这些学生激发500个学生，500个看去，啊，后来这些人看去，我甲咱讲，耶稣个我时，无显现给这些文武百官看。耶稣过外时，这些妇人人，这些听耶稣的妇女团结来，内底讲有抹大粒的玛利亚，啊，曾经有七个跪伫伊的身上，耶稣甲伊赶跪了后，伊后来成做一个女团道，哇，规尊拢信耶稣，所以耶稣拢甲这些人看无起的啦。甲遮个偷香的，甲遮个妓女，啊，底下伊去马太的头家叫做撒该，咱拢阁加一句叫 A 啊撒该，因为伊 A 色，耶稣要对遐过，伊看耶稣看袂到，伊讲奇怪，啊，我的步伐卡过到遐虚弱，啊，我那过到遮无助，啊，我的步伐收入也无比我较好，啊，因为伊是。迄、那个税吏的头人撒该，啊，秘伫树仔顶咧看耶稣对遐过，伊讲一定要来捌这个耶稣是生做何方的神圣，所以对遐过时，耶稣讲啦，撒该落来，撒该落来，今仔日救恩要到伫恁家，伊伫耶稣去撒该的厝底下做客。甚至撒该讲啦，我前歪人诶，我要四辈害人。所以，我咱知通过耶稣受定的是学生，拄则我有讲，像约翰啊，这个约翰后来就是写启示录，啊，互罗马皇帝甲伊下放。到伫迄个白魔的岛屿，啊，伊伫遐才看见受下放伫环境真歹的一个孤岛，就像来台湾的迄个绿岛同款。伊伫遐看见上帝的宝座，看见上帝的宝座内底讲啦，讲有24个长老啊，伫遐在圣哉圣哉圣哉。因足欢喜的是最高的形容，就是讲三拜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学生本来拢已经都去做，因为连彼得这只对耶稣讲，无论打落我拢要对你。耶稣甲伊讲啦，魔鬼撒旦提起，有吼。所以，想来今仔日。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爆炸，大爆炸哦！全世界约略有70亿的人，1/3信耶稣，1/3信耶稣。耶稣只不过是33岁，传道3.5年久，奇妙的所在。使徒行传1:8，恁伫耶路撒冷等我，圣神要临到伫恁中间，圣神的临到，恁要大大得到快乐。过去软脚的，今仔变勇脚。今仔我特别讲起罗马，圣经内面在描写罗马有3位。第一位是约翰11章，第二位是约翰14章，第三位是约翰20章。咱无逐位读，我讲予咱听。这个罗马叫做半信半疑啦，但是伊真有家己的主见，眼见为凭。我若无看到，我绝对无相信。用今仔日的话就是安那，
伊是一个务实，是一个科学，一个理性的人。圣经记载这三位真趣味，当十一章内底在讲起一个事件，拿撒勒耶稣所听的人，圣经伊是伊的姊妹，就是迄个玛利亚甲多玛，唔是多玛，马大。马代，马代，玛利亚讲：“先生啊，无效啊啦，已经死四天啊啦，臭啊啦。”耶稣听到的是无赶紧急救。咱这啊有医生拢伫内底，有啥物代志卡去？911谁来？台湾是119。这有典故呢，诗篇119篇用希伯来的语母写22字，足水的诗哦。所以耶稣超工搁延迟2天才到位，但是耶稣有哪有人性呢？耶稣流目屎有哦，耶稣不是流目屎呢。圣经讲耶稣哭，啊，多玛伫这个所在，伊安怎讲？大家人拢甲阻挡，讲先生特别，你唔通去伯大尼哦，你唔通去耶路撒冷哦，因为真大家风声吼真严重哦，要用石头钉你呢，有吼？阿德玛伊安那讲，伊讲吼，伊要甲伊斗阵去啦，就是会死嘛是要去啦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德玛称作迪托玛，是12个学生的一个。哦，这第一个事件，第14章内底讲啦。耶稣甲学生讲啦：“恁的心无伫拜拜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因为伫我白家有济济厝体，若无我去为恁避办所在，避办好，我着阁带恁去。”多玛甲耶稣，因为大家人想想的，耶稣讲到遮有 power， 拢唔敢喘气。但是多玛，我讲伊真理性。所以，伊随时反应，一条路阮也唔知啊，有无？一条路阮唔知啊。耶稣接接续讲啦，我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那无照着我，无人会当到爸呀。这是第二个在讲起道嘛。所以，这个半信半疑，还是讲怀疑的，这个道嘛，搞道义的道嘛。到耶稣过我第七日的头一日，当时这些学生还因为风声真厉害，因还真惊吓、真恐慌。圣经内面讲啊，因入去一个厝的门安怎关起来，有无？关门串好啊，惊罗马的兵丁来找啦，来找麻烦啦。结果。耶稣过我了后，耶稣第一摆因伫迄个所在聚集的时，耶稣无伫遐。第二摆经过8天后，耶稣过来造访。圣经一再强调讲门阁关起来，但是呢，到讲耶稣拍门请开门拢无。耶稣甘是魂，我要甲咱讲，耶稣讲啦，会败坏体未通承受永生，未败坏体；会朽烂的体未通承受永生，未朽烂的体。你若信我，也死要过我。迄个拿撒勒甲伊个姊妹讲，
所以那魂敢会连耶稣伊第一遍八工前因聚会时，遮个学生一直伫个游说，一直伫个伊讲耶稣过我啦，伊讲迄幻影啦，迄假啦，因为你想耶稣想太厉害啦。甚至这些附近人去蒙人在找耶稣的时候，圣经说了，内面两个少年人跟他说，你什么事在活人中在找死人，他没在这里啦，去去跟你的学生说。所以这些学生加勒人犹大已经掉头了，耶稣说这个人不要出事比较好，所以这些学生一直跟多马说，你爱信啊，我拢是见证人啊。但是多马就安那，我若无亲目看到伊的手的钉啊号，伊的鞋的骨的手擦的号，我决断无要信。哦，这跋真硬呢。结果耶稣入来伫因中，佫一边甲伊讲啦，愿恁平安。这就是今天我们上最需要，愿恁平安。那个时候耶稣说一句话，那个无看见来信的比看见的来信的更有福气。多马因为他看见，他后面他一句话说什么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彼得、雅各在使徒行传，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一章十四节在说彼得，十五章到二八章在说保罗。彼得的影，彼得的走路那个影，说的伊人的病啦。那个保罗的手棍啊，说也是伊人的病。有破病人将保罗的手骨啊，摕伫迄个病人的身躯顶，迄个病就得到医治。有人艰苦坐挂来覕伫迄个彼得的迄个影，结果嘛得到医治。遐个人就要拜彼得拜保罗，有无？咱有读过吼？但是彼得保罗讲啦，唔通拜我，独独拜上帝，咱拢是兄弟，有无？耶稣在这个所在接受什么人？接受伊的门徒多马该拜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多马过去唔捌叫安尼，多马拢叫伊立碑，叫伊老师，叫伊先生。今仔日上帝真好的意思。咱有时在甲人传福音，安尼，因为圣经马太二八章最后耶稣甲学生讲，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，予万百姓，搁着甲因行洗礼，予因归伫白家圣神的名，我行洗礼呢。那我所教是你的，恁着爱教是因来受。有时咱会拄到迄个叫做铁骑啊，铁骑当家族啦，唔信啦。我伫甲伊讲的是，啊伊嘛信袂落。啊，我过去吼，我拢用我的方法，你才是戆甲地道伊啊。我会安尼搁甲刺激，啊伊愈离我愈离愈远。不是用我们的方法啦。圣经说他的意念怪过我的意念，他的意念怪过我的意念，他的路怪过我的路。这个多马很务实，很科学，用现代话说 很理性。上帝啊，耶稣有方法啦，耶稣有方法。这中间，伊甲咱讲啦，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佫有真侪侪的信者。
无记伫即个册内底。若要记，我若记袂了，独独记者的，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子，因为信就伫伊的名得到活命。今仔世间一万年久，一个人平均啊，暗来车去三万日，九百几个月啦吼，一个月，大月三十一，小月三十，啊那二月搁二八天，今年轮才有二九天，互你加活一日，其实加活一日是减活一日，啊你三万块，放在银行。加上咱会要活到三万日哦，宗贤牧师有在笑哦，阿袂咧啦，你嘛阿袂三万日呢？哦，三万日不止这回啊，不止这回啊！你甲乘那九十乘以365，阿袂嘛吼，阿袂九十个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来感谢上帝。圣经讲啦，一生的年纪70岁，那是臃肿谈到80。但这中间所夸口，不过是劳苦得我。基督徒最大的愿望 ，trust Jesus，trust God。因为安怎，伊是 wonderful concern，everlasting Father，mighty God，Prince of the peace。足难得啊！咱会当做基督徒。是咱一生最大的福气，因为世间一切都要过去。上界智慧的王，空前未有，所罗门，伊讲伫日光之下，就是康熙，就是端详。伊讲结尾，团导师最后12章13、14讲，就是爱敬畏上帝。接受尊敬伊的律例甲诫命，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。上加来祈祷，天父，我真正感谢你，你甲阮讲，既然会喘气的，拢着爱学乐，拢着感谢。当你搁留年纪互阮的时，阮要孝顺，你的疼真正比山较广，比海较深。等跨关心，主啊，我真正感谢你，和我搁一边通过你的话，刺插伫我的心田，和我记得你的话，爱读你的话，活伫你的话内底，活出基督。我感谢你，帮咱遐个。良心倒退，会当早一日回头归向你，啊，无做一个半信兄，啊，软弱的躯体，主你亲自来医治来担当。你讲你受的鞭挞，人要得到医治；你受的刑罚，人要得到平安。主啊，你将医治甲平安藏伫阮。的内面，我们会晓将耶和华放伫我的正边，放伫我的头前。你讲安尼就无地到腰抓，我的心会欢喜，我的灵会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，好食好睏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你要带我来行一条稳定的路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。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，感谢基督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，愿主祝福保护你，愿上帝用光变照你，也用慈悲宽待你，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